成员在 The Sandra 品出道后，便一直以短发的形象出现在世人面前。先前在 SBS 歌谣大战的演出当中，那久违的长发造型也让许多粉丝们都再次疯狂，就连他自己也没办法抗拒那股魅力。近日彩原发布了个人的 Vlog， 而他也在其中正式的宣布了个人声明，虽然很喜欢长发，但我会继续留短发，但相信无论如何 Feel Not 对彩原的爱都不会改变的。제공식적인입장표명을하겠습니다저는장발을하겠습니다장발을좋아하시는피어나분들께정말죄송하지만죄송합니다왜물어보신거예요죄송합니다죄송합니다물론장발도좋지만장발도괜찮지않아요근데真的已经等不及了 ，Sandra 品下一次的回归，想早日看到女孩们回到舞台上啦。